跟大家分享的是基于Calcite和 Gremlin 来介绍一下。我今天呢介绍的主要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会介绍一下图，然后会讲一下为什么会是图计算，然后以及我们这样的一些设计，然后说一下图。我介绍的第一部分是图与金融风控。我先来介绍一下图数据啊，其实今天介绍的图它并不是图像的图或者图片的图，它其实是数据结构里面的图。 如果大家去学过数据结构或者学过离散数学，都知道，比如说算最短路径，它其实就是点边，对吧？那这个里面其实最早其实是来源于数学里面的图论。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学里面可能有有向图，还有无向图。那我们为什么觉得图是一个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点认知：首先，图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新的方式。为什么它是一种新的方式？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事物中的世界中的事物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那图其实是一种更原生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关联的关系。那同时呢，我们基于图这样一种数据结构或者图模型来描述这样一种关系呢，是更加直接和先进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中有哪些的图的数据啊？这里面其实我也是摘了四类，其实远不止这些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通信的网络，对吧？每一座基站之间其实是相互连接的。 那同时呢，比如说菜鸟和物流的网络从我们下一个订单，然后这个货物从仓储，然后直接发到我们家里，那其实构建了一个物流的中转网络。那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信息网络，比如我们手机之间是互联的，我们发一个消息其实是发过去的，通过一座座信息站发过去。那还有我们最熟悉人知，熟悉最小的就是社交的网络，对吧？那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很经典的理论，就是六度理论。 我们经过六度，其实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认识的。那有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图的数据之后呢，我们又能做什么样的一些计算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基于图数据之上，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计算？那图计算其实最早的是从数学里面的哎哥尼斯堡的七桥问题开始的。它也就是说，哎，有没有可能说，哎，我一笔画的话，走过这七座桥，然后再回来，对吧？ 但是实际上，大学数学家欧拉证明了这个是不存在的。那大数据时代怎么去看图计算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是 Google， 其实它要做它的网页的计算，权重的计算，它引入了 PageRank 这样一个算法，也就是说，哎，指向它的网页越多，其实这个网页的重要性越高。那围绕这个算法呢，它又开发了一套这样的系统，叫 Prego 这样一个以点为中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框架。那除了在网页计算里面， 可以看到有一些经典的应用，实际上在我们日常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图计算的应用，比如说基于菜鸟的物流网络，我们更好的去做路径的一些规划，同时比如说我们的交通网络，我们也可以做更好的规划，比如说铁路怎么去换乘，对吧？这样一些规划我们都可以去做。同时呢，电商里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用户和商品之间是一个典型的二不图这样一个关系，那通过一些过滤和协同过滤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电商的一些推荐。 那社群里面的发现，比如说推特或者微博上面，我们有共同爱好的一些好友，比如说我们都喜欢滑雪，我们都喜欢爬山，实际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推荐。还有一些大 V， 比如说小扎和马克要去 PK 对吧？那种大 V 他可能就是一些意见领袖，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传播。那科学计算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 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蚂蚁在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把图计算和脑科学进行连接去做一些计算，比如说蛋白质的一些计算，实际上它都广泛的用到图计算的一些能力。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网页计算，其实前面提到的 Gremlin 这样一些。那为什么我们去说在蚂蚁以及在金融风控里面需要图，以及图它有很大的价值？ 那首先我们认为金融数据它天生就适合用图模型来进行描述。那这里面我们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是从资金的视角，首先我们一个买家和卖家通过交易的支付来资金的流动转账的回款，那这个天然就适合用图模型来去描述这样一个资金网络。那第二个是从企业的视角，哎，我们的信用关系。 我们的实际控股关系，我们有实际的控股人，有法人，有董监高。那这样一个企业的图谱，实际上也天生适合用图模型来进行描述。那我们来看，基于图模型上，我们看金融风控它今天面临了哪些新的一些挑战？这里面也举了两个 case。第一个 case 是黑产化的团伙化运营聚集。
聚集性风险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一句古话，就是人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那好人其实跟好人在一起，坏人跟坏人在一起。大家今天对刘就算感兴趣，所以聚到这个地方。那其实黑产它其实也是这样子，就很多时候他们会通过微信群或者 QQ 群聚集一群人，然后他们会去薅一些羊毛啊，或者去做一些攻击相关的一些工作。那这个时候就有典型的一个聚集性的风险。那第二个点，就是长链路的一些资金的追踪，比如说 A 给 B 转了账，然后 B 可能再回款回来，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去理解的一种资金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套现的模式或者洗钱的模式。但是在实际的金融网络里面，可能是几十度上百度的，因为这个中间已经衍生出来一个产业，比如说流水的账户，对吧？水房的账户，那这些其实是有非常长的一些资金的链路来进行追踪和溯源。那我们基于图来进行风控有哪些好处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基于图模型进行风控，我们去全图的视角去建模这样一个数据模型，它更加的直观，因为人肉眼可见的其实就很容易去发现，A 账户和 B 账户发生了一笔资金的行为，然后再转给了 C 账户，这样是很容易去串联起来的，比较直观的去看这样一些风险的事件。那第二类呢，是基于图模型进行算法的聚类或者团伙的聚类，它其实是非常高效的。第三类其实对于资金的溯源，如果我们基于 join 的方式去做，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写非常多的 join 去解决关联关系，然后来去发现这个溯源。如果基于图模型的这个图便利来去解决，那我们非常快速去找到一个比如说多度的一个链路。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前面这样一些图和金融风控的一些关联，以及我们基于图模式来解决金融风控的一些问题，对吧？我们说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同时这样的问题又会给图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技术的挑战呢？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通用的数据体系，实际上我们有在线的查询，比如说 OceanBase 或者 MySQL 这样一个数据库的能力。那同时我们有流式的计算，以前有 Storm， 现在有 Flink， 对吧？那还有离线的计算，或 Hadoop 或者阿里内部的 ODPS， 对吧？但是在图的数据体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比如说有离线的图计算 Prego 这样的一个系统啊，然后也有图数据库，比如说蚂蚁的 GBase 这样一个系统。实际上在行业里面并没有一个流式的图处理的这样一个系统，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在2016年遇到了真实的一个场景之后问题之后，我们要去解决一个流式图计算这样一个能力，它要支持流式的数据实时的去更新，然后同时支持全图视角的一个增量的图计算的这样一个能力。前面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流式图计算，以及流式图计算它有哪些核心的诉求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蚂蚁流式图计算我们的一些设计。我先对蚂蚁的流式图计算做一下介绍。其实我们大概是从2016年遇到了这个问题，2017年年初开始去做，差不多历经六年的一个自主的研发，然后做了这样一个系统叫 GeaFlow。然后它其实提供了四种核心的能力，第一个是说我们也支持 DSL 的话的便捷的研发，这也是今天我们想去讲到的，就是我们基于 Calcite 和 Gremlin 这样一个图的查询语言去构建流图的这样一个计算的能力。那第二部分是说我们支持动态图这样一个分析和计算的处理，然后我们还自研了流式图的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系统，支持海量的数据图管理，这个后面也会介绍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其实借鉴了Apache Beam 和 Flink 最近的一些演进的路径，我们也做了离线和流式的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计算引擎。我们来看一下 GeaFlow 的一个设计啊，其实最早我们遇到了流式图这样一个，就是流式的图的这样一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其实最初的想的方案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用通用的流式系统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在想，我们如果用 Flink 或者用以前的 Storm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把数据模型抽象成 join 的方式去解决。因为什么呢？因为图里面其实有点和边这两种类型的数据，对吧？它构建了图这样一个数据结构。那点和边进来 join 完之后，实际上我们拿到点一个点的它的对一个边的它的对点，对吧？它的对邻居的一些点的信息。然后我要再拿一个邻居的信息呢，实际上我要再做一次 join。那如果通过这样一个 join 的方式来做呢，比如说我要几十度的便利，实际上每一次都会数据的膨胀，所以这个在目前的流式框架里面其实是很难去解决的。那
基于这样子一些思考呢，所以我们会把流计算和图计算做了一些融合，然后我们希望去解决，就在当时我们发现就是整个业界没有一个工业级的流式图计算的系统，然后我们就要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把它归纳成三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要有一套流式的框架支持图迭代处理的能力，然后支持图迭代和图便利。那第二个能力是说我们图的数据模型，因为我们都知道 Flink 里面可能是存的是 KV、 KMap 或者 KList 的这种数据结构，那我们在这里面存的可能是要有图的数据结构。那图的数据结构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挑战呢？比如说我们一个点的出边，可能我们线上我们一个点的出边可能有几十亿这种情况，就是超级大的热点。那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去存储？那第三部分呢，其实就是哎，我们知道在流计算里面我们可以写一个 circle 很好的去处理，对吧，流式的分析，但是在图计算里面我们怎么更好的去表达，让用户的研发体验做得足够的好呢？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从 DSL 开始讲起啊，因为从用户的整个易用性来看，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流式图计算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不是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迭代计算。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个端到端的一个计算，它既包含了图的便利计算，也包含表数据的预处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把多套系统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前面我们做了一个 Flink 的预处理，后面基于图计算做了一个预处理，然后后面再接一个 Flink 的预处理后处理，那这样的话其实端到端的延迟是比较高的。中间比如说基于 Kafka 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消息队列去做，但是在风控的场景里面，实际上对于时效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端到端可能就是一个秒级的延迟，那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引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线上的日志或者事件其实开始触发去做计算，有一些 map filter join 这一部分可能跟 Flink 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后面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图的计算，比如说我们要做给他的邻居发广播消息，可能广播个6度，这样权重把它广播出去之后呢，然后我再做一个计算，比如说我要去看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我再做一个图的便利的计算。那再把这个结果做出来之后呢，我后置还要做一个统计的分析，最后把统计的分析直接写到线上的一个结果表，做线上的一个风控的决策。基于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结合了把两种语言做成一个深度的去融合。其实我们会把图的语言这边我们选择了 Apache ThinkPop 提出的 Gremlin， 它其实目前也是业界广泛使用的图的查询语言。大家可以今天看到云产山的图数据库，它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种图的查询语言。那这里面我们选择了一个 keys 啊，我们可以看到哎 G 点 V 点 has name 是 Gremlin， nose 然后点 name， 对吧，就是两度关系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点是哎，我们既需要图的处理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些预处理和后处理表的这样一个能力，对吧，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们选择的是 circle，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标准的这个查询语言。那同时我们选择的是 Apache 的 Calcite， 那这个就是我们 DSL 设计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流式的数据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基于某个点去触发，然后它可以 repeat 去一直的 loop 去找的，比如说迭代3次去看它的三次的 follow 的情况，然后再看 out e， 这样一度便利拿到它的深度的一些朋友的信息之后，然后再把它输出后面再去做一些预处理后处理。在介绍完 DSL 之后，我来介绍一下框架的一些工作。其实框架的工作其实跟我们其实借鉴了很多 Apache Beam 包括 Flink 的一些工作，这个里面其实很多是蛮接近的。但我们其实很不一样的一个点是说，我们在整个数据模型上我们抽象了一个叫 Graph View， 它其实是整个数据计算里面的一等公民，就是说我们会去定义一个图的这样一个视图，基于这样一个图的视图我们可以动态的去更新它，然后也会基于这个动态的视图去做增量的计算和处理。那这个例子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定义了这样一个图的视图，然后我们会基于这样一个视图去把点和边切到一个窗口，把这个窗口的数据增加到这样一个视图里面，然后去做一个增量的一个图的计算，比如说图的便利的一些结果，然后再把它输出出去。计算框架这边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其实也是基于云原生的架构去进行计算的，然后这一部分其实不一样的点就是说我们支持完全迭代的这样一个计算框架。而在迭代的计算框架，大家都知道对于迭代模型一般，比如说我们基于 Spark 这种，比如说我要 loop 的 loop， 对吧，实际上我们可能是个 BSP 模型。
那 BSD 模型的一个大的缺陷，对于慢节点处理是比较慢的，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们其实支持了两种模式，我们一种支持 BSP 的 model， 另外一种我们也支持 ASP 的 model。 对于图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慢节点的支持是非常友好的。第三类其实就是图数据状态的一些管理，这一部分其实跟 Flink 的工作也是蛮接近的，但是不同的点是说，我们完全是图模型的一个存储。那图模型的存储其实它就涉及到点级和编辑，那为了更好的去便利到一个点的它的所有的编，对吧？所以我们会把点级和编辑去聚合在一起，同时会按照点编的不同的维度去做KBuy，把它聚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会按照 age 的 type， 然后 time step 去把它聚合在一起。同时呢，我们会在自研的存储引擎里面会做了一套自己的这样一个索引结构，这套索引结构能够支持 OE 的数据查找。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跟比如说直接用 RocksDB 的一些差异化的一个工作。对，然后它的能力其实有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个是说流式的图的数据更新，它不需要像比如说数据库一样单条的这样一个更新，它可以支持 mini batch 的一个更新。然后动态图的数据管理，包括一些自己对于大点热点的自动的一些切分的一些工作。那第三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自研的存储引擎。那这样一套存储引擎，其实我们也是完全云原生的架构，因为在蚂蚁是全云原生的一个架构环境下，其实我们的数据盘其实非常小的。那基于非常小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用 RocksDB， 可能本地就放不了全部的数据。所以我们做的是说，我们对于进程内我们会放的是一个 index 的 cache， 然后对于我们本地的磁盘，我们可能也会有几百 G 的本地磁盘，我们会放 data 的 cache， 然后我们真实的数据全部都放在比如说 HDFS 或者 S3 这样一个存储上。然后我们这样子的好处其实也是快速的进行高可用以及恢复。比如说一个节点挂了，我们只要拉到索引的信息，其实就可以去恢复这样一个数据。这个图其实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架构，从底下的 K8S 到数据状态，到我们统一的这样一个图的计算引擎，以及我们 GraphView 的 API， 然后上面支持了 Circle Plus 的一些查询引言，以及我们还有一些 Library。 那我们这里面 Library 可能支持了几十种的图算法。同时我们在这之上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图的一些挖掘的工作。可能跟经典的图算法不一样的是说，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是运营的同学，对吧？我们或者说我们风控的同学看到了一个风险的事件，我们做一个图的查询，把它配置到线上去做一个拦截。那我们有没有办法通过算法的方式，在图里面自动挖掘出来一些风险的一些行为模式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多的工作。那同时呢，我们基于 GeaFlow 做的相关工作呢，今年也被 SigmaOd 其实录用了。大家如果对于我们做的一些细节的工作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今年的这个 SigmaOd 的论文。对。其实前面介绍完了我们图计算系统的一些设计啊，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蚂蚁的一些应用。今天介绍的这个应用其实是实时的团伙的挖掘啊，其实前面也做了很多的铺垫啊，就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个比如说很多团伙他可能会去做一些风险事件的时候，他这群人就会聚集在一起。那我们需要基于用户的账号网络进行一个风险的一个分析，有效的识别哪些账号其实是有风险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说比如说他拉了一个新的这个风险账号进来，我们就要快速的去识别这样一个新的风险账号。如果我们基于离线的方式去识别到它，那这个时候可能它已经发生了，我们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个资金给它追回来了。对，所以就需要我们基于比如说社区算法呀、罗问算法呀，去做一些实时的一些群组的挖掘。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方基于我们和以前用 Spark 做的一些对比啊。今天可以看到它最早其实是用 Spark Graph X 做的一些群组挖掘，它之前其实是说比如说它小时级去算一次，然后因为 Spark 它底下其实是 RDD 嘛，每次迭代其实内存会爆掉，所以它的计算能力只能到十亿的点编级别，然后它的计算方式也是全量的一些统计，那这个时候只能做到这样一个规模。那这样一个规模之后呢，和时效性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很多风险呢就被漏过去了。那基于 GeaFlow 这样一个增量的实时群组挖掘，我们现在支持千亿级的这样一个点编的规模，然后能支持秒级的延迟。那同时我们在线上实测，我们的资源消耗也是它的1/1，就是大概在1/5这样的一个量级吧。
那我最后再来宏观的去介绍一下 GeaFlow 在蚂蚁的一些应用。首先它其实今天其实整个业界可能对于这个方向其实了解的还不多，但是它在蚂蚁今天还是属于比较广泛的应用。它今天已经超过了10000台容器的这样一个部署的规模。那第二个是说性能上，其实我们单个任务超过了一个3亿的这样一个3万亿的一个点边的一个规模。然后其实峰值的数据处理能力已经到1000万级的实时计算。那同时呢，它不仅仅用于金融风，在我们内部不仅仅用于金融风控，它也能用于更多的一些场景。这是我们的场景的一张全图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哎，在我们最左边，其实我们在用于安全的风控，比如说我们有支付的风控，对吧？大家用支付宝支付的风控，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信贷的风控，比如说用花呗、借呗，我们的授信额度的风控，我们也会去用。同时还有一些基础的风控，基础的风控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每一台机器之间其实是互联的，对吧？那这些网络之间的通信，它实际上有一些黑客的登录或者一些进来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基于图的模式进行挖掘和分析。那第二块其实就是知识图谱，我们可以建立资金的图谱、企业的图谱，还有商户的图谱，更好的去做一些运营和营销的一些工作。那公益社交，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青春五福，对吧？那家庭关系，对吧？然后亲密的支付，我们也会去做一些亲密付相关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会员的增长，比如说大家去红包的时候去比如说人传人的红包，那这些时候给哪些人传更合适，这个其实也是用到了图计算的一些能力。那还有一类就是数据的应用，比如说数据血缘的一些分析，表跟表的这个血缘分析，字段和字段的血缘分析，也都用到了背后图的技术，以及我流量的归因分析，还有一些资金基线的一些工作，我们也都用到了图。最后对流势图做一些总结，就是首先第一点，其实我们认为图数据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GATA 呢，其实有个报告，其实提到了关系奠定了数据和分析价值的基础。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数据分析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操作，算子是什么？其实就是 join。那 join 的话，其实对于图模型来看，它是天然的，它是最合适的。那所以我们认为，基于图计算可以更好的挖掘和洞察数据背后的一个价值。那我们也希望说，从典型的关系数据，这个我们内部其实经常开个玩笑，关系数据不是关系啊，就实际上这个是表的数据，对吧？我们基于数据结构的升维到图数据，其实我们可以更好的洞察。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认为，那动态图是客观世界真实的一个体系，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瞬息万变的。那动态图它是真实的反映了这个变化的一个趋势，对吧？大家可能比如说12点的时候还在各自的公司或者在家里面，那通过如果我们有个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其实在移动到这个会场里面来，对吧？然后有一些刚刚跟我加微信的朋友，他之前其实我们是没有连接，那随着某一时刻我们加了一条微信的好友，实际上我们建立了一条连接。所以这样动态图它其实是真实的一个客观世界的一个描述。那最后一点呢，我们其实也是觉得流式图计算让图计算更加的普惠。那图计算其实发展了也挺多年，那为什么之前其实应用并不是那么的广泛呢？是因为其实图计算它相对来说计算的成本比较高，计算也比较重。那通过流式图计算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更有效的降低计算的成本，然后也能更快的去挖掘图数据背后的价值。好的，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没有，我问一个，对，就是咱们之前就是调研过 Flink 的 Jedi 肯定不如那边做的好嘛，就是是说当时也还是发现一些就不太适合的。其实这里面有几个点，就是我最早的时候其实就调研过 Flink 的 Jedi， 但是我发现 Jedi 它背后其实调的是 Dataset 的 API， 然后我当时还给，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Jelly 是那个有个德国的妹子，她博士期间做的一些工作，我还给她发过邮件跟她讨论过一番，但是她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再走下去，因为她可能博士毕业之后就没有往这个方向走了。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场景里面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就继续的往这个方向走了。对 ，OK。那个 GeaFlow 有开源的计划吗？我们已经开源了一个版本了。对，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在那个GitHub 上去搜当然可能我们的名字你可以搜 GeaFlow， 我们有个 placeholder， 因为法务的原因，所以我们的名字改成那叫 Two Graph Analysis， 但是可以搜到，因为有一个链接可以直播去。好的，谢谢。好。